SF 版皮卡超人，又名两刀超人。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哟，正常情况下打普通的僵尸一刀解决 KO， 一刀等于半个两刀，打难打的僵尸两刀直接拿下。杀，打僵王四刀解决，四刀也就是两个两刀。杀 Nice。 如果是打植物呢，需要几刀呢？那他可能就要改名字了，改成一刀超人，基本上所有的植物都是一刀解决。或许你忘了筋骨强。哦，两刀解决。还有高坚果。四刀解决，两个两刀。两刀超人名副其实啊。哦，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。